hey, 哥，我最近看到一个非常有趣、非常知识型的影片。这个影片的前半部呢，会跟一个国家有所关联。你们等一下可以做一个猜测的动作。现在就让我们来一起欣赏一波。开始。看个电视好了。消防，你要看什么？消防怎么那么难看呢、啊？还有什么电视？消防，你这里垃圾很多，我来扫一下好了。啊、哦！你打到我啦！干嘛那么大声，吓到我了啦！我花钱请你来，那边垃圾也很多啊。垃圾就很多，我扫一下嘛，莫名其妙。不、哦，还敢碎碎念，你才莫名其妙吧？说吧。这个好了，好不好？垃圾这么多，真看不下去了啦！哦，终于收不。很痛哎、欸！我不是故意的，对不起嘛。哎、欸，啊、你挡你挡我电视，啊还打我脚。我不是故意。把它锁起来。干嘛？你要干嘛、啊？我不是故意的。把它锁起来。你要干嘛？救我！你要干嘛？暂停。有人还记得我刚说那个国家的部分吗？有人想要试试猜猜看吗？什么什么台什么？再说一遍，没有错，就是索马利亚，打非常的好。就让我们来继续欣赏这部影片。是。哦，消防员，哎，消防，消防员，哦，头很大哦，巨人啊，哦，不要理他了。下去，下去。哦，好无聊，到底要干嘛？我想一想。要想多久？啊，想到了，讲到一个很好笑的笑话。讲啊。有一天，玛利亚的花园，你知道是什么吗？不知道。钓鱼。甚至钓鱼。然后呢？钓了一只。然后赶快。就是鱿鱼，然后钓它。哦，然后呢？然后呢，我就想说，我发挥我慈悲心。想说要把它烤来吃啊，结果呢他说什么？结果他就说烤啊烤啊烤，就把它烤来吃。这好笑吗？好笑。这完全不好笑啊！那你讲一个。哦，我有个更好笑，就是有一天，哎不对，是有一个学校，他们就有很多很多的社团。我高中是康复社。不要插嘴。然后有一个社团叫做捉迷藏社，你知道吗？他们的社长到现在还没找到哎、欸！哇！那么捧场啊！我觉得我的比较好笑。现在等一下吵架是不是？要跟我加油，跟我吵架对了。好啊！哎，暂停！怎么突然没有声音了？继续，暂停，继续，暂停，继续，暂停。没有关系，现在 让我来为你们做一个解说的动作。继续，这个千千气的夺门而出，妹妹冲出去把门夺回来，他们就抢，持续抢，依旧抢，保持抢，还在抢。这时候妹妹把门夺了回来，真的是很奇怪，在我家跟我吵架算，还跟我抢门。啊，怎么突然有声音了？暂停，为了完整性，我们来看一次重播，重播。现在等一下吵架是不是？现在在我家跟我吵架对。怎样？你不要在家，莫名其妙哎、欸。刚在我家，奇怪啊，到底是？呀，暂停！这个抢门的速度，这个抢门的弧度，这个抢门的角度，我非常的喜欢。我们慢动作再看一遍，0.5倍慢动作开始。你为什么要跟我抢门？正常播放。真的是很奇怪，在我家跟我吵架，还跟我抢门。哎，怎么还这？你要说几句话吗？嗯。哦，你妈不要我，你还是恨力呀、啊！
小兔，小兔，下一个，下一个。